Yeah.
在这个时代中，英雄出于草莽。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维新运动，清代光绪24年（1898年）戊戌维新，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、建立民国的前奏，意义重大，影响及于今日。王清的慈禧太后领导了保守旧势力反扑。 这就是震动天下的戊戌政变。在这次政变里，领导维新的六君子壮烈牺牲。作为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，他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诗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两昆仑指的是谁呢？昆仑点出唐人传奇是侠士之意。据出卖他们的袁世凯的《戊戌日记》，谭嗣同说。 做一件事，咱们出京那容易办，大哥，你，<笑>世界各国的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而成功的，中国却从来没有人为了变法而流血，要有，不妨从我开始。 学会了拽文了。这些日子，有一班人说是什么维新党，常来院子里应酬，跟他们学的。哦，五爷，听说皇上要重用维新党，天下要变了。嗯，天下真应该变一变。 Thank you.
I doubt that. I've seen how good your techniques are. You're a kung fu expert, and peasants don't become experts. You have my